姑和姐姐被找到了。我是在用鱼哥身边。谁第一个被找到的？优姑，优姑过来，叔叔快点，叔叔，到你找人了，快过来，叔叔。这样子来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哥哥姐姐弟弟呢？找见姐姐啦，还有哥哥呢，圆圆哥呢？这么容易找到？还有呢？还有姨妈跟慧慧呢？弟弟呢？不在楼上，不能上楼的。不能上楼。慧慧，不在外面，不在外面的，没有躲到外面。快点。不在外面，进来快点！不在里面了，都说不在那边了，都说不在这里面了。进里面，在里面。哦，听到声音了吗？听到吗？哎呀，要哭了！哥哥，你都找不到呀！啊，要躲到哭了，你都找不到。对，我都哭了。到姐姐去数数啦，姐姐，你刚刚第一个被找到的。到你去数数啦，去数数，到哥哥躲了。躲到那边太黑了是吗？都哭了是吗？哥哥都找不到。找到了，还有你哥哥呢？我弟找到是优姑。还有你哥哥呢？啊，你哥哥自己的跑出来了。来，优姑你来数数，到我了。你数不数？一，哎呦，你这个鼻涕啊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哥哥在哪里？哥哥在哪？见吗？哦，不见。婆婆也去找哥哥。哥哥呢？哥哥去哪了？不要扯我衣服啊，我卖东西啊。嗯，在厕所啊？不是，是姨妈在厕所。快，快点继续找。去那边都找不到，还有姐姐呢。我躲在阿炳叔刚才藏的那个地方，我觉得他要找到，没找到。还有姐姐呢？姐姐没找到，姐姐躲哪里去了？姐姐躲得这么稳呢、啊？我都不知道姐姐在哪里呢。灰灰，不能再吃零食啦！吃这个也方便。哥哥，你这个方法，哎呦，一听到泡面，一听到泡面就跑过来了。你傻鸡，你太了解你妹妹了。都说了不能躲外面去了，你又跑到外面去了，难怪找不到。嗯。还没开始数，还没开始躲呢。谁啊？到你了。你，到你了。你第一个被找到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不能上楼啊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你这也叫躲吗？哈，都
不用找就看见了。小大油锅，小大油锅去数了。你刚刚没有听到声音吗？你刚才哥哥说话你都没听到的。哥哥呢？妍妍哥呢？猪妹妹呢？在这里吗？不在这里。你去沙发后面看看。听到声音吗？看到两只大老鼠。我本来想说阿米哥不要抱，让我来。不是我拿出来的，是你自己说出来的。你们自己躲就躲了，还要说得了？一听声音都知道在哪了。要不你看到姐姐呀？我要妈妈抱啊。同一个地方不能躲太多次，不然就很容易被找到了。